佳佳，你到哪儿了？在路上呢。这一路特别特别堵。你能不能不撒谎，不迟到啊？对不起啊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我可告诉你，挂儿科孙教授的号，比找老公都难。我好不容易拿个一号，人现在都叫到5号了，你人呢？那你就跟你们那教授说，你说我撞车了，我出交通事故了，让他等等我，这还不行啊？你可真够可以的，我管你看病，我还管你撒谎呀？ 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真是个贵妇，被人伺候惯了。到了以后，给我那个实习生，董小伟打电话，我把号码发你手机上了。那怎么着？拜拜，玉玉。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医院呢，去检查身体，我们不打针。你要是乖乖听妈妈话，妈妈一会儿给你买一个大大的车车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 这个自闭症形成的原因呢非常复杂，其中呢就有遗传因素。那20%的患者呢，在其家族里的就可能有这个智商不全呀，这个语言发展迟钝呐，类似自闭症的一些亲属。有染色体脆弱症，再有呢就是你患过新陈代谢方面的疾病。 或者有脑伤，比如说在怀孕期间呢，那么以及婴儿呢，因其感染了脑炎和这脑膜炎，还有呢就是环境因素的影响。那这个病治得好吗？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完全治愈，只能采取行为矫正的方式。啊！ 说有点复杂，还要再做一次检查。月月呢？在车上呢。怎么还没回家？我在你公司楼下。你赶紧回家吧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。是不是他在楼上啊？ 因为他在楼上，所以你不让我上去是吗？这件事情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他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们两个人在美国。你别跟我提你们在美国的事儿。你现在是有家庭、有妻子、有儿子的人，你怎么还能跟他在一起呢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工作，你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？工作，身体上只有他能跟你一起工作吗？你就那么欣赏他？ 如果你真的觉得憋得慌，你可以出去找朋友，去社交。我真的很忙。你总是忙，只要我给你提问题，你就忙。忙已经不是你的状态了，而是你的借口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之前说一句话就会脸红的一个小护士，怎么现在结了婚、生了孩子，就变得这么咄咄逼人啊？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样问问你。如果你真的想吵架，你晚上等着我回去和你吵，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。 佳佳，你在听吗？佳佳。
我刚从医院出来，怎么样？大夫说有点复杂，还要再做一次检查。月月呢？在车上呢。怎么还没回家？我在你公司楼下。 赶紧回家吧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。是不是他在楼上啊？因为他在楼上，所以你不让我上去是吗？这件事情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他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们两个人在美国。你别跟我提。你们在美国的。 喂，喂，嘉诚，妹，我刚从医院出来。